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88集的节目。今天来到遗产这个系列 The Last Class 第一波里头啊，我们最后一个分享的是 RC， 它出自于一部叫做领袖之证，简称 TFP Transformers Prime 的动画片。它应该是所谓的第一女主角吧，是一个超级系的女神啊，当时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粉丝，甚至领袖之证呢能够直接收割电影系的这些玩家啊，可以说几乎是承载了那个热度。 RC 这个人物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功劳的。那么回味了很多年之后啊，领袖之证的系列的这个玩具的话呢一直还是大家很追捧的。那我自己也是承受一段非常愉快的收藏的时间，就是领袖之证的那个时期了。那么这款 RC 的话呢，在公布的时候呢就很多人抱怨它的体型啊有着相当大的问题。但是呢我直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一款呢除了人形偏壮之外，它可能是这一波遗产这四个玩具里头呢，其实玩到最后我发现它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啊。那我们看一下盒子啊，这个它这个车的载具的形态呢是比较贴近于地球的载具啊，没有像领袖之证的那个尖头那么样的一个拉风啊，但相对来讲是比较贴近于现实的。头雕其实也算好看，而且它跟玩具的实体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像的啊，或许这个面雕的没有领袖之证时期的那个F1 版那么优美，但是它跟和会还是有一致啊。那到底是不是和会照着它画呢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头雕其实也称不上是难看了啊，我们从一些角度来看还是挺漂亮的。然后 RC这个标志性侧边是淡紫色的这个点缀，额头上中间的这个尖刺啊，然后呢啊一样啊，再次抱怨一下我的好朋友小李呢，他的 RC 呢脸上是有刮伤的。我还是再提一下啊，这个脸上有刮伤呢有很高的几率啊是这里面有炮壳造成的，这个我就不想再讲这个包装盒了，真的是不优。然后这款玩具的话呢，我初拿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松，这里有一个，这里是没有打铆钉，它是中间这个主心骨是两个凸，左右各一个凸去插进这个洞里头的。然后我初拿到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松的，那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把它，我不知道我怎么推怎么捏怎么压的，居然把这个腰给治好了。不然我初拿到的时候呢，它这个你这样站立的时候，它这个腰都是软的，它直接往后就一倒就倒下去了啊。那在经过我的抚摸把玩之后呢，这个 RC 好像变得比较正常一点。那我也不敢说我是副歌圣手了啊，那是别人说的。那这款玩具一样有大量的透明部件，这个两侧你可以把它弄在两侧像手刀一样。这个手刀好吧，勉强算你可以了啊。那我们可以把它给取下来，然后呢将两个这个背包还是比较偏重啊，就是没有办法了，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啊，变成是一个像是圆盾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扣在侧边啊，就变成是一个能量盾了。然后呢背后的这两个轮胎打开呢，这是它的摆法的其中一种。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轮胎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啊有个锁扣把它给打开。我们把这个背包的话呢先背回去还原一下，你呢可以让它直接的拿在手上。应该说这一次遗产的玩具好像在武器方面好像都有特别去添加一点的一个素材在上面。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盾牌跟十字弓吧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法了，我个人的话了还是会偏向说把它组合回去这个地方，这是比较贴近于在领袖之证的一个 First Edition 啊，甚至是后面的 Robots in the Sky 啊这些系列的话呢，它的一个我记得它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子放，它的这个轮胎都是摆在后面这里的，可能这是比较贴近于动画片里的形象。这个应该是可以往上抬一点，应该是这里进来啊，这边这个地方推进来到这里，好，斜一个角度上去，好吧，反正就是这么样放。那玩具的可动的话呢，基本上你能想得到能动它差不多也能动个动啊。眼睛的话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啊，
手臂也可以平举，然后这里也不是球形关节。那一样，好朋友小李的话呢，他的这个二头肌这样一转的话，会整个会喷溅喷出来啊，这是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啊。显然他的这一次买 RC 的运气不是很好啊。然后拳头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啊，这个地方，哎，这一点倒是有点可以嘉许一下。然后腰身也是可以转啊，腰身要转的话呢，这里要稍微错开一下，再来做一个转动，可能会比较好转一点点。脚前后左右踢啊，侧踢都没有问题。这个地方的话是要把它捏紧一下。那脚踝也有一个接地，然后侧边这个轮胎呢，跟本体之间呢啊没有组合的一个卡扣。严格来说，就一个经常拍摄，就是衣服没有穿很多的妹子的一个兼职摄影师来说，这款 RC 的体态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显然是胸部的部分，还有这个腰的线条没有做好。那这一块凸的太出来了啊！这一块如果削掉进去一点，大概往内推这么多，我的指甲遮起来的这个地方啊，你如果削掉剩这么多，应该会好上非常的多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所以它就感觉不是很好看。再来手臂的线条啊，这个手臂小臂做的太粗啊。F1 版的时候呢，领袖真的 F1 版的这个上臂是有做细下来的啊，所以是有一个差距的。那腿我就不说了，腿的整体比例是偏短的啊。以一个如果你要觉得一个妹子要大长腿的话，这个腿的长度啊，你如果把这个妹子的照片发到什么170什么什么什么社团里头去，你会被管理员打枪，他会说这个妹子的腿不够长啊，那是很丢脸的事情。那我们的话呢，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啊，首先的话呢，这个拳头往下啊，拳头打正之后往下拉一点，这里也是一样往下拉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它的一个这个背包整个拉出去，然后在这个地方旋转180度过来，把这个头呢给直接包在下方。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下半身这个地方往上面搓上去，搓上去之后啊，把这个脚啊，不对，把这个下半身翻折180度，然后呢两腿给打开来。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前面的这个胖刺的部分是往后推，推过来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手臂呢往后面搓下来，它是有一个双动关节搓下来。你看看这个就是小李说的那种就二头肌喷溅的这个状况就出现了。那我们在正式完成它的变形之前的话呢，我们先示范一个这个我个人就是不小心去发现的一个形态，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啊。这个腿的变形很有趣啊，这个地方是原本的斜肩往上，然后膝盖的部分是往下啊，这样的。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捏一下到这边啊，它会变成是一个这个类似有个四足着地的这种怪兽还是什么的机器人。好，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调调的。 OK，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啊。那网络上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也发现它有一些其他变形的一个方式，那这两块部件就看你想放哪里啊，你甚至你想要把它啊扣在这里也是可以的，扣在这里。好，这样OK， 我个人从上面看也蛮好看的，这样子有一个好，你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继续完成它的变形啊。这个胳膊的话往下放下来之后，还掉，你看到吗？还掉。然后你看到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灰色的凸，它卡进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凹槽在这里，这样转进来，记得把它给卡进去。然后呢，两侧的手臂的话呢，顺便做一个结合。这个武器我们先拿下来好了。严格上来说，这一款玩具的变形是有惊喜感的，它跟啊之前领袖之证的那个变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捏起来。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就把它往前面放下去，利用这个膝盖啊，这个变成是一个大双动关节啊，这里记得要把它扣进去啊，这是臂扣到这里，然后给放到前方塞进去到这。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把这个大腿啊卡到这个下面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哦，这里扣进去，然后呢给塞到里头。好，到这里，那两个轮胎先做一个合并。两个轮胎合并的时候注意一下，它有一侧是两个凸一个洞，另外一边你就是要对应到也是两个凸一个洞啊，并不是随便一个凸跟凹对住就可以了，你要看另外一个有没有对到。那到这里之后的话呢，就是这里有一个
小凹槽，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方形的洞，就是要扣这里这个地方，上面下面上面下面啊，分别可以扣进去。一旦扣进去之后的话呢，就整个一个结构就很完整了。到这边，好的，把它给扣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过来把它给扣上，两侧捏紧。好的，那么这个记得啊，这个是把这个板子是往后退的。那这里有一个起落这个脚的一个支架，那这里的话就记得这个挡泥板是在前方啊，应该是不会搞错了。然后它的胖次呢是会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一旦这两个地方捏紧之后，它整个玩具的结构是非常非常非常结实的啊，不太可能会晃动，就完成它的变形了。那有惊喜感，我必须说它的一个，特别是它的上半身翻过来腰转的时候啊，我瞬间有环太平洋里头这个暴风赤红这个腰部旋转180度的感觉。那细节也是有，里头有一些仪表板什么的，那把手啊，这个侧边的一些刻画，特别是的轮胎那一侧，对，它里头有这个细节的展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而且它的滚动性很好啊，非常好非常好，你这样子推它就可以推得动的。 OK， 我个人很喜欢，非常不赖。然后这个你可以扣在，你也可以扣在上面了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是透明的特效件嘛，姑且这么说吧，就暂时先放这样好了。然后呢，它的怎么说呢，就是整体来说吧，我个人蛮喜欢这个 RC 啊。车头给各位看一下，车头也是一个可以赞美的地方，两侧有方向灯的涂装。也言而总之啊，总而言之啊，这一次推出的这四个玩具里头，也顺便做个简单的小排名嘛啊啊，认真来说，RC 的变形的乐趣度跟惊喜感都是很高，只是人形稍微没那么有女性机器人的感觉而已，但是它整体来说是非常之不赖的。那么这一款抢劫也是非常非常的平均，很平均，而且它未来是有合体的可能的啊。那我顺便补充一下，好像有朋友说后面什么地方可以拆开啊，到时候是可以有一个，有可能它会像就是魔方吧，还是就是那种拆解式的，有会有一个主体再拼上去的一个合体也说不一定啊， maybe 啦 maybe 啦。那这两个的话呢，感觉问题比较不大，然后刹车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平均，然后没有什么大的亮点吧。那机械昆虫的话呢，人形好看的要命，但是没有什么变形，那虫形也是给人感觉就不是那么好看。当然或许有人说它致敬巨让或怎么样啊，不过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还是会觉得这款 RC 在这一次的玩具里头是可以排到比较前面一个梯队的，对吧？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呢，这款 RC 可以考虑先入一个啊，非常非常的可以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致命的毛病。那这一期的话呢，就把这个遗产系列的第一波四款 Deluxe 等级呢，都给大家做完一个分享了啊。那我终于呢，也历经了今年的前三个月的大夜班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会回归正常的作息了啊，应该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就谢谢各位这段时间的各种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